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就是 Longchamp 的背包。这个背包呢是牛皮制造的，这一款极具女性魅力的小型背包，以背包非常轻盈而风格低调，帆布的肩带也可以调校长度，前面有个小的拉链袋，可以放八达通啊、耳拎的嘢。另外入边仲有一个拉链内袋，容量足够放你随身物品，符合你日常装扮。你可以过嚟我哋门市或者名人站网站去购买呢一个袋，你都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或者扫下面的二维码揾我买啦。Thank you.